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要继续讲这个36届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 2的 Ski 的下半部分内容。我们 Ski 呢，一共有4道题啊，是从51到54的。那么上节课呢，我们讲到了53题，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讲这个54题。那54题是一篇大作文啊，很重要的部分了。那么它占的是50分啊，占的是分数的一半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注意力去听这个讲义。那么54要求是什么呢？답을주제로하여자신의생각을啊，这个600글자부터700글자로글을쓰십시오。那么呢，다음주제로하여啊，以下面的为主题呢，자신의생각을写自己的想法啊，写自己的想法，写呢600到700字的一篇作文。那么要求是我们不能超过这个700字，也不能少于600字这样的一个要求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要求是什么主题呢？우리가공부나일을할때啊，我们在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呢，동기가분명히있어야더잘실행할수있습니다。那么这个동기啊，动机要怎么样呢？분명히있어야，一定要分明的，一定要动机分明啊，那么才怎么样呢？더잘실행할수있습니다，才能更好的实现。那么이러한동기에는，那么这样的动机呢，흥미만족감자부심과같은내적동기로도있고，那么像这样的흥미啊，趣味啊，兴趣，那么这个满足感，这个自尊心、自负心、骄傲感等等这样的内部的动机啊，내적동기도있고，那么外部动机是什么呢？칭찬이나보상과같은，像称赞和补偿这样的什么呢？외적동기도있습니다，有内部动机，还有外部动机两种情况了。那么동기가일에미치는영향에대해，那么主题是我们这个下面画框框的啊。那么动机呢，对事情呢产生的影响。那么对于这个主题呢，아래의내용을중심으로자신의생각을쓰십시오，以下面的这个内容为中心呢，写出自己的想法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要求啊，第一点是什么呢？동기는일의시작단계에서어떠한역할을합니까？那么动机呢，在事情的开始的时候，일의시작단계에서，在事情开始的这个阶段当中呢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啊？那么第二点呢，동기가일의결과에미치는영향